汽车医生小轱辘。看呀，街上有好多车，有些车自己在行驶，有些车被车辆运输车载着行驶。车辆运输车又大又结实，它载着十辆车，从工厂到展示厅。我们来点一下名吧。紫色的，蓝色的，黄色的，粉色的，黑色的，白色的，红色的，蓝色的，绿色的，橙色的。干得好，一切都是正确的。小心，车辆运输车，有一个减速慢行的警告标识，你得慢一点。哦不，一辆白色汽车掉了下来，车辆运输车什么都没注意到，他来到展厅了。我们来帮助他点数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九，有一辆车不见了，你知道是谁找到那辆车了吗？是的，是小轱辘医生。小白车，你得去展示厅。你不知道怎么走吗？没问题，小轱辘医生会帮助你的。我们走吧。快到了。运输车，我们找到了丢的车，现在一切都好了，所有十辆车都到了展示厅。哦，看啊，在这一集的视频中，小轱辘医生丢掉了这样一颗螺丝钉。如果你找到了，记得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谢谢。